五區公投，全民制憲，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，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。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，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。普羅政治，民聲起義。myradio.hk貫徹聲勢力竭，繼續青筋暴現，身體力行，隔空發功，鬱敏踩場，現在同你剖析政治。繼續黃慧基。嗱，佢 Q5 咧就話你贊成定反對為基本法第23條立法啊？咁應該係贊成或反對，或者依或反對咩定啊？佢話我不贊成在香港人取得共識前粗暴為23條立法。在現行香港法例中已包含很多保障國家安全條文，特區政府咧可以整理，只要將有關條例歸納成為法律。法例便能滿足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要求，而無需加入新法例為23條立法。我看不明白，阿近你看不看得明白什麼叫做特區政府可以加以整理，然後將有關條例歸納成為法例，什麼意思呢？我真的看不明白。那就不能夠滿足基本法第23條立法要求，因為所謂保障國家安全的條文咧，而家喺現行嘅香港法例裏邊有啦。咁唔該，你指出嚟係邊幾條咧？然後點樣將佢歸納成為，將啲條例又歸納成為法例咧？條例唔係法例嚟嘅。你會覺得呢個 Q 係你寫得差，但我反而會覺得佢呃到好多港島區嘅選民，即係其實係一個語言魔術嘅典範嚟，講咗好多港底要冇講嘅。呢個梗唔係典範啦，大佬，呢個係錯啊！你真係冇意思啊！呢個係錯，係錯。點樣語言藝術嘅典範啫？語言魔術啊！語言魔術嘅典範啫。語言魔術係咩咧？理論魔術係講咩咧？你有好多似是而非嘅論據，係嘛？咁然後達成一個結論，然後達成一個結論。而呢啲似是而非嘅論據咧，你又好似駁佢唔到，但係嗰個結論咧係假嘅，係唔正確嘅。呢啲就叫理論魔術。呢啲咧，其中一個人最擅長嘅叫曾玉成，我而家話俾你聽。呢啲咧係叫咩咧？係錯。點樣將有關嘅條例歸納成為法例先？呢一句説話有冇得解先？嗰、那個所謂有關嘅條例，保障國家安全嘅有關條例，當佢講係有呢啲法例，嗰、那個法本身嘅法律嚟噶嘛，大佬。個意思就係話，你而家嗰啲所謂保障國家安全嘅條法律相關法律，如果有嘅，譬如有顛覆。乜乜嗰啲啊，即係反對英，唔係先反對英女王啊之類呢啲咁嘅叛逆罪啊，咁有噶嘛，係咪？咁你點樣歸納佢啫？都係要立法噶嘛。如果你要修，一係修改嘛，應該叫做係嘛？所以呢個寫法基本上係錯。唔係寫嗰條友唔知係咩，即係乜嘢係真？寫嗰條友唔知邊個咩嘢真？即係特區政府可自行立法 ，OK？咁然後面包括好多即係要限制嘅行動，顛覆係嘛？顛覆呢個即係中央人民政府係嘛？即係分裂祖國同外國政治團體聯繫咁一系列嘅 ，OK 係嘛？呢啲行為啊，咁所以嗰陣時就整一條個國家安全法就要好啦。另外呢條 Q6 咧就係你對六四嘅睇法點啊？咁樣佢認為六四事件當年一個錯誤，我支持平反六四。邊個錯誤先？是啲學生的錯誤啊！屌你，即係共產黨嘅當權者嘅錯誤咧，講到一嚿嚿係咪啊？我支持平反六四，但必須承認我哋建設中民主中國角色作用有限，香港人應該集中精力建設民主香港。咁呢個就偷嗰啲本土派嘅後邊嗰句啊，咁前面嗰對句就唔係支持平反六四。屌你，你真係好撚著數啊！總攬其成，係嘛？屌你啊！呢啲叫做唔係好驚啊？點解咧？頭第一句佢冇講六四係一個錯誤啊！玩下手佢可能後邊一個香港人嘅錯誤啊！啲六四事件是當年一個錯誤，邊個人嘅錯誤先？有啲人話六四事件係當年嘅一件即係令人傷痛嘅事件，六四事件係當年嘅一個悲劇，咁都仲有得咩？六四事件是當年的一個錯誤，邊個錯誤啊？
呢啲叫鬼鼠啊！屌你啊！呢種寫法，即係我唔知今日我講呢個節目有冇人會 send 俾佢聽，聽到佢一定係好唔高興。但我希望咧，佢真係啊，即係理性啲啊，即係諗下我哋所講嘅嘢，係咪？你而家既然要從政要參選，我就梗係同你解下否啊！第日你喺選舉論壇都俾人解否嘅，其實我而家係教你啲對手點樣對付你啫，到時啊。怎樣問你問題啫？為呢個即係選舉論壇做 rehearsal。嗱，呢條就係好多人都想問啦，咁佢都會攞出嚟自問自答啦。參選立法會是不是因為香港電視失落免費電視牌照而向梁振英報復？咁你答咧，佢答咧就我參選立法會是為了不想香港繼續沉淪，不想梁振英連任，不想社會激烈，不想市民生活在無助在惶恐之中，不想年青人與政府矛盾加劇。我今天擁有的一切都是香港給我的，我感覺自己有責任站出來為香港做些事。港視申請免費電視牌照操舉確實反映了政府的不公正不公義，但不足令我放棄加拿大國籍和其他生活而參選。那你句啊，這個、不是，我首先要批評一下文化先，不想社會激烈的意思是為什麼？屌，其實佢呢一份嘢 Q 你咧，屌你寫嗰個真係好撚垃圾，我而家話俾你，我講嘅係好撚垃圾，啲文字真係，屌我是但一個寫手都寫得好過佢，即係我幾個寫手啦，有係咪？是但一個都好過佢嘅，阿根唔使講點啦，高手點啦，佢點寫到咁樣嘅真係。咩？我今天擁有一切香港俾我啊，所以我要乜乜啦？咁以前你冇呢個感覺嘅，而家先有咁感覺嚇。屌、啊、你大富大貴揾咁多錢，幾廿億身家咁，你冇呢個感覺嘅、啊。香港俾你，你同香港做啲嘢嗰陣時你講嘢，同而家講嘢係嘛？點解會唔同咧？不過六八九將佢本來應得嘅嘢攞走咗，佢一隻689又幫你慳咗好多錢㗎啦。如果唔係蝕到你撲街啊！唔係嗱，仲有你有一個講法，有啲愛國人士又喐你㗎，放棄加拿大國籍係啲好似好大犧牲咁。係啊嚇！喂，法例規定地區直選嘅參選人必須啊，即係唔可以持有外國護照，呢個法例規定㗎嘛，係咪？屌，放棄加拿大國籍，加拿大國籍係對你嚟講係好巴閉，係嘛？呢個係犧牲。可以申請翻，好似話。我攞翻噶嘛，咁啲唉，所以即係都係啲人代佢，即係對佢嗰、那個即係點講啊？高估佢啊，係嘛？高估佢個團隊啊！嗱，包裝係一流嘅，我話俾你聽。就算有記者會都好，整張高凳啊！個自己嘅裝束各樣都有計算過嘅 ，so what？ 最緊要 content 啊嘛，喂！嗱，你而家最突出嘅地方就係鬱梁振英，你比呢個泛民主派嗰個講法仲要深入啲，呢個係事實。佢淨係話：屌你啫嚇，狼英去留九月公投係嘛？我哋就話狼英去留洗撚公投係嘛？就咁樣啦係嘛？咁你而家咪一樣係？你呢個講法咪又係？狼英去留，屌你九月公投係咪攞到？總之有夠你呢個公投就係泛民主派嗰個公投，意思就係你喺選舉裏邊等於係一個公投啦。如果你泛民主派贏得多議席嘅，咁就即係公投要放棄呢、這個，咪即係要唾棄呢個梁振英啊？咁解啫嘛，其實係咁同你嗰個35席係嘛，拉高嗰個投票率5%至8%係嘛，令到反梁嘅人佔多數。哇！咁佢就一定要落台啦，咁冇分別噶喎。仲有嗰個一定要落台，點令佢落台啊？你選到有超過35個議員，咁佢就落台啊？嚇？定係佢良心發現啊？我撲街，我抵死，我唔做啦咁啊！跳呢啲咪又有耶話事？嗱，第九條咧就話你點樣睇中港關係？如果冇中國支撐，香港能唔能夠生存咧？咁佢就話我祖籍啊，個籍字都錯咗啦。都係未講嘅。誒，呢個籍係籍口個籍嘅嚇，呢個祖籍係唔係草花頭係竹花頭嘅 ？OK， 屌你炒撚咗個寫稿嗰個啦，王維基，唔抄得啊呢啲。唔係，咁寫稿嗰個後邊應該有校對嘅，抄埋個校對。屌你做咩抄得啊？文字狗屁不通，仲有白字，俾我一定炒，系嘛？祖籍啊，个籍字错咗嘅，浙江宁波啊，
香港出生，我是中國人，也是香港人。咁呢個我以前都係咁講嘅。OK， 我認同香港係中國一部分，我贊成一國兩制，但我唔同意時時依賴中國，亦都唔同意港獨。嗱，呢度話講唔同意，後邊講反對嘅。跟住又講梁振英。梁振英唯我獨尊勇悍，做事方式強硬，管治手激化內地和香港之間不必要矛盾，因此必須換走梁振英，才可以有望改善中港關係。在經濟上，香港不能處處依賴中國，香港成就今天成就得來不易，靠香港人努力打拼，靈活變通，慢慢將經濟發展起來。唉，真係屌你抄撚咗佢啦！都要寫稿嗰、那個，唔係相信港人自力更生，繼續發展自己優勢。香港人成力推動經濟發展咁，乜呢啲係咪又係講咗等於冇講啊？通常施政報告會講呢啲嘢，乜啲應言嘅嘢嚟噶嘛？屌梁振英施政報告都有類似呢啲文字啦，係咪？屌呢個曾俊華更加多添啦，係咪？第十條啊，呢個重要啦。你對本土港獨自決有咩睇法？你認同一國兩制嗎？咁？我是香港人，我喺香港喜喜歡香港一事一物正常不過，我支持各人。有權選擇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，因此我建議推行電子公投、電子投票，讓香港人就重要及具爭議性議題表達自己意見。我反對港獨，不認為香港具備獨立的客觀條件。我同意一國兩制是現在最可行的制度，香港需要優化現有制度，爭取一人一票真普選，從制度上根本解決問題。這個是之前上面有講到的。咁你話你要搞呢個電子公投，就等香港人就。重要同埋具爭議性嘅議題，表達自己意見，咁即係港獨都得啦，係咪啊？係，都可以攞嚟，港獨都可以攞嚟電子公投喎。佢冇講到最關鍵一樣嘢，如果最後港獨變成一個事實，咁你仲反唔反對佢咧？定係到時你會接受？佢而家認為不具備呢個獨立嘅客觀條件，咁佢可以潛台詞可以話，如果係呢個客觀嘅條件，咁我咪支持咯，係咪？有後路噶嘛？屌你可以咁樣講噶嘛？所以你嗰個講法亦都未必係佢挑到佢機嘅 ，OK？ 咁你竟然成為事實，咁我做咩要反對啫？屌啦！咁可以反問翻佢，屌你係咪啊？係嘛？咁佢而家始終認為一國兩制係可行嘅制度啊嘛，咁我哋認為一國兩制係不可行啊嘛，而家好明顯係係嘛？咁要優化現有制度，屌又用咗啲蜚語，屌你咁啊炒撚咗寫稿嗰個人啦，又係嗰句香港仔優化改善唔得噶，點解要優化咧？你真係好撚唔化，優化咪炒咗佢啊！佢又應該要啊害人失業添啊！如果聽我講，好啦 ，Q 十一就係你同其他參選人有咩分別啊？佢話我並非只有空想和目標。我過往二十多年從商經驗和成績足以證明，我有能力為問題提供解決方案和答案，並以實際方法付諸實行。只是是一個有執行能力、有決心、有魄力解決問題能力的人。咁人哋問你同其他參選人有咩分別？咁如果你咁樣答，即係其他參選人咧有空想。啊！冇做事嘅能力，又冇從過商，但係最重要一樣嘅，屌你又冇能力，冇你咁有錢，又冇能力為問題解決提供方法、方案同答案，亦都冇辦法用實際嘅方法去付諸實行，亦都冇執行能力、冇決心、冇魄力解決，即係過得廢嘅，即係佢有 CTI 嘅 CV 咯。除咗你之外，過得廢嘅。咁人哋唔係咁，你呢個問題係講你同其他參選人咩分別啊嘛？咁你冇講嗰個分別，你而家就咁講你自己，咁我當呢個就係分別啊嘛。咁即係你有嘅嘢就係其他參選人冇噶嘛，係咪應該咁講啊？係嘛？炒咗寫稿嘅人啦 ，Q 十二，你嘅政綱同其他政黨從政者最大分別係咩咧？咁嗱，我嘅政綱以香港人為本位，本土派喎，以智慧城市為藍圖，針對市民關心各項議題，提出多項實際可行具體方案，帶領社會各階層去參與社會運作和決策，推動香港民主、民生、經濟發展，堅守原則，香港人前途為依歸，絕不會盲目支持或反對中央或香港政府。咁即係講咩啊？又係本土派喎，香港為本位喎。係咪啊？堅守原則喎，前邊講你支持優化一國兩制喎，反對港獨喎，咁又以香港人前途為依歸喎，唔會盲目支持或者反對中央香港政府喎，係嘛？咁即係咩派咧？呢個我係唔明啊！呢個咧就係十二條 Q&A。咁我選嗰個政綱咧，就屌我哋都有心機嘅。
屌我，我哋要做功夫噶嘛，你阿近屌咧真係辛苦啊，嘥咗好多字啊，佢真係嘥好多字啊，嘥好多字啊，屌你呢沓嘢啦，唉，嗱唔好話我咧就斷章取義，或者雞蛋裏邊挑骨頭，我而家話俾你聽，我係其中一位最有資格去為你呢份政綱平頭品足嘅人喺香港。我唔會好似你咁樣話自吹自擂，做咗廿幾年生意，你有執行能力咩？我都唔懷疑呢啲。但我咧就幾十年傳媒工作，嚇、啊，即係四十年啦，超過新聞傳媒有關工作，嚇、啊，超過四十年。我睇你呢份政綱咧，即係去辨別呢份政綱，即係堅定流嗰、那個能力係絕對有嘅。OK， 係嘛？政治管治啊，土地規劃、房屋、經濟創科產業、教育啊，退休、勞工、退休保障、交通運輸基建、環境保育、文化藝術創意產業任權自由、中港關係係嘛？嗱呢啲咧就未必個欄目差一樣，但都差唔多，我都寫過一本，OK 係嘛？咁呢份嘢咧就係頭先我講嗰句天下文章一大抄啊！咁你個核心喺核心喺邊度咧？成個你參選或者你嗰個所謂政治理念嘅核心喺邊度咧？經濟政策你係偏左啊、偏右啊、中間偏右啊、中間偏左啊，係嘛？係嘛？個理念係咩咧？入邊有啲內容係互相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理念上係會互相抵觸嘅。這個呢我又不想花時間說，你有興趣請教我吧，不過你都不會找我的是吧？我記得呢他那天陳志雲說了說他要參選的時候，我打過電話給他的，我談了兩句是吧？我甚至生氣他來這裡做節目說啦，當然他就很客氣退了我了，現在都未正式什麼，其實已經在密羅緊鼓是吧？那都不要緊，即係我又唔需要一定要你俾面我嘅，不過我就一定好撚唔俾面你啦。而家 OK 係嘛？即係用你嘅標準嚟講係嘛？但我諗亦都係對佢嘅政綱或者參選嗰個所謂理念咧，我自己而家睇到嘅評論得比較多啲、深入啲嘅咧，都係我哋今晚呢個節目幾乎講撚咗一個鐘頭，真係明益你。OK， 咁我亦都相信咧，佢喺明年嗰個選舉裏邊咧。即係個勝算係，今年個選舉裏邊咧，個勝算係非常之高嘅，係咪啊？仲我亦都相信咧，佢亦都係一個好理想嘅，即係特首候選人之一嚟嘅，即係佢自己嘅，即係喺而家呢啲咁嘅，即係咁嘅遊戲規則底下咧，佢都算係一個啊，即係係嘛？咁你屌，如果你揾第啲有冇一份咁嘅嘢咧，我都成即係啊，揾啲幕僚是但懟都懟到一份咁嘅嘢出嚟啦，啱唔啱啊？係咪？咁啊，佢會有呢個野心嘅，我覺得，唔出奇嘅，係咪？有啲人甚至同我講：，唉，佢個材料點會選立？唔應該選立法會議員，應該選特首。咁但係佢而家係港島區，今年九月份去參選，係咪？當然佢個條件係比好多人優勝嘅，優勝嘅嚇，呢個係事實。佢冇裝腳啊，係咪？地區冇任何嘅即係角頭勢力啦，但有知名度。佢有知名度，全港嘅知名度。即係講到呢度咧，我又想提下啲小朋友。你以為你好有知名度啊？除咗個黃之峰啦，係咪？我可以話俾你，黃之峰就算佢有得選，佢都未必有得贏，因為黃維基佢嗰個吸引即係一啲選民嘅嗰個魅力咧，同你個黃之峰或者呢班後生仔係完全唔一樣，可以話俾你。港島區，屌你咩港豬特別多，我而家話俾你聽，啲離地啊，扮曬即係嚇，你真係㗎，你去港島派單張你就知㗎，屌你如果你中西區啊嗰啲咁，屌你真係冇乜人睬你㗎，啊中環仲大鑊啦，商業區係咪？你去嗰啲即係公屋嗰啲地方好啲啦，係咪？啊，我哋自己都有呢個經驗㗎，香港住喺香港人係比較即係粗俗啲講，比較屎忽鬼啲嘅。咪啱曬黃維基呢句，係嘛？真係啱曬佢噶。而家六席，建制派要最多攞三席，非建制派攞三席，
點分啊？啲票你話俾我聽，即係有人認為呢、這個葉劉淑儀會掛，咁我就覺得真係我係唔係咁睇喎？因為建制派嘅票係好穩嘅，箍得好實。你而家鍾樹根都要排第二位啦，係咪？咁民建聯就篤定高票攞一席啦，係咪？攞兩席就唔夠啦，但係佢一定唔會突好多票，好似公民黨咁妄居啦。佢一定會有啲票分落去俾呢個工聯會，或者俾呢個葉劉淑儀啦，因為中聯辦會操盤噶嘛，係咪？佢哋會做票站調查噶嘛，佢會操盤噶嘛，晏晝啲票就已經係轉噶啦，係咪？喂，呢種你未見識過啊，係好得人驚嘅。我而家話俾你，好犀利嘅，係咪？咁主要原因就係、是。整個即係嗰啲選民喺曬佢手度噶嘛，佢可以逐個打電話叫佢落嚟投票嘅，有啲係你得唔得？所以建制派三席係好穩，我而家話俾你，有死有撲街嘅就係非建制派，而家現任嘅即係三個黨啦，當工黨啦，啊民主黨、公民黨啦，真係會死一個。是吧？死一個甚至兩個都不出奇，這個就是港獨。現在說很多人可能即是不太服氣都未定，那你就看咯，是吧？他的參選是對非建制派影響最大。喂，現在他還要給你民主黨公民黨，你抽佢一啲政綱度仲進步少少喎，大佬要係咪？你有嗰啲佢都有嘅，大佬係咪？喂，你雙普選冇篩選，咪佢都有嘅喎，係咪？佢係好多政即係政綱裏邊嘅內容，喂，大佬你有嘅佢都有嘅喎，係咪？咁所以咧，佢行出嚟，加上佢嗰個選舉工程比較有創意嘅，我覺得會。因為他會利用這個即他自己做媒體的優勢，所以呢即當然在港島區我認為最穩陣的非建制派就一定是公民黨，所以陳淑莊那個位置是篤定穩陣的，其他那些都是可勝不穩，有得練陪跑的也不少，還有加上最新的因素，詹培忠已經多數不去選，好高姿態行出嚟，又係要倒糧喎，係咪？但係我睇個情況，因為健康嘅問題，係咪？即係佢係一個咁好勝嘅人，佢冇可能坐住輪椅，屌你出去拉票，係咪？咁所以又多咗個變數，係咪？咁嘅話咧，建制派嗰三席就更加穩。我今日特登走去問阿葉劉淑儀啊，我哋穩陣啦，使乜驚阿太？唔係㗎，哎呀都可能搶到我哋啲票嘅咁樣啊！你明唔明啊？咁即係話咧，成個建制派都會提高警覺，同埋佢會重新去評估成個選舉。佢哋就一定會由中聯辦去操盤決定，係嘛？點樣去打呢場選戰？有咗黃維基因素之後，所以好戲在後頭，休息一陣。